时候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到时候我视频我加点音乐就行了。哎，那还能自己弄一下？我估计我被老外见的都傻了，我操！这老外也没见过这阵势。这个是可能你感兴趣的，这个。那这里边这个公司基本上里边。没有东西，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买了一些啊，他们就是当拆掉了盒，他们就把那东西都拆没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没东西，你把都那有的有，这什么有好多没有吧？没有的那种呢，这得是一复制也行。比如像这个和这个，这个就空的，这个空的。所以当时我当时空盒子买回来的好多，当时空盒子嘛，这一个就十几块钱，当空盒子买也行。这些现在看啥宝贝，嗯，这里面是宝贝，但是我当时搬家的时候，我操，碎好多，碎好多盒子啊！现在知道我收藏厉害啊，不仅这个，好多收藏我很多，你们看乐很恐怖。这间房子财产价值，光这些碟都是几十万，几十万下不来。就几百万，你自己想，一万多张，对吧？一万多张，这就光这个就几十万了，对吧？大几十万了。完了，还有别的呢，还有那个吉的碟呢，还有别的音乐碟呢。我这一屋现在，我算我光碟钱就300万了。现在是市场价还是？对，